老板娘，我又来了。你又来干嘛？你又想来捣乱啦？干嘛这样子说话的？我是来买东西的。那你今天想来买什么？我想买那个菠萝包啊，听人家说很好吃啊，我也想尝一下。在那个架子上啊，自己去拿。哦。老板娘，你菠萝包在哪里哦？过来哎，看一下哎，你菠萝包在哪里？不是在你眼前吗？真是的，你眼睛瞎看不到，这不是啊？这是菠萝包吗？谁说这不是菠萝包？都没有菠萝。谁告诉你菠萝包一定要有菠萝的呀？这菠萝蜜啊，有没有菠萝？菠萝包不是没有菠萝的。那你干嘛说话结巴的、啊？被你气到了，那快点买吧。干嘛？真的是没有菠萝包，我买来干嘛？老婆饼又没老婆，啊、牛肉面又没牛肉，不买。你下次别让我看到你啊！真是的。今天心情真的好，处处好风光。哎，今天那个捣乱的，整天来捣乱的，应该不会来了吧？老板娘，我又来了。你今天来又干嘛？我刚才还说你今天这个捣蛋的不会来了吧？我心情这么好。我来买东西啊，我要买孩子啊。你买东西就买东西，你干嘛买孩子哦？我这里哪里有孩子卖哦？你这里有孩子的，我上次都看到有孩子卖啊，孩子啊，后来还子女子啊，孩子啊，孩子啊，我这里哪里有孩子卖哦？啊，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卖孩子的事情哦？哎呦，黑老公啊，我说的孩子啊，你没看到我大长脚吗？孩子哦，我要穿孩子哦。我才叫你天拉弓啊，那叫鞋子，不叫孩子，知道吗？是十一爷鞋子子鞋子，不叫和蔼孩孩子。跟我来这边。孩子鞋子，那这不是吗？对啦，啊，十一爷鞋，对，十一爷鞋子子鞋子，不是和蔼孩。还你个头啊！还你个神头啊！还你搞半天听都听不懂。好，那就这对了，这对了。那在那里买单？快点啦，蒙第一，那么慢。天拉弓，我求你下次来哦，说话说正一点好不好？这里买单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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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！老板娘，我又来了。你干嘛又来哦，天拉弓？那我来买东西啊，天天问天天问，我肯定买东西我才来啊。你今天又来买什么啊？快点说啊，我没空啊，我很多事要做呢。你没空你要去哪里嘛？你干嘛会没空呢？哈，我说了没空就是没空，你问那么多干嘛啊？我等一下我都要提前关门了，今天是我生日啊，等一下我要约我几个闺蜜去吃了饭，今天晚上8点我还要直播啊。今天晚上你生日啊？是啊，还有跟你闺蜜一起吃饭啊？对啊，很多闺蜜哦。这样子，那我也要去啊。那你去要包红包的哦。包红包？对啊。包红包我不去哦。你这么吝啬干什么？那包红包那没有这样子的，那我改天我生日你还不是要包红包给我？那改天你生日再说。我现在是我生日，你要来参加，你就要包红包给我，是这样子啊？对啊。那怎么叫做开播啊？开播你都不懂啊？不懂哦。这个网络那么先进，你都不知道？是啊。就是直播啊，那些粉丝全部进来啊。哦，这样子啊。给我庆祝过生日啊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啊，你要不要进来看一下？好嘛好嘛，几点嘛？今天晚上8点。哦，8点哦。锁定游鹅直播间。那时候，到时候我去做你榜一啊。好，说好了。嗯。老板娘，我又来了。你又来干嘛？我肯定是来买东西啊，难道我来看你啊？真的是，你以为你长得很美呀、啊？嗯，真的是。
老板娘，你这个是什么饮料啊？这是气啊。气啊？怎么气？空气还是受气？喝了是不是很会受气啊？哎呀，不会的，这个是饮料叫气，喝了也不会受气，我才受你的气啊。你哪里会受我的气哦？我都经常来光顾你啊。而且哦，你说这个叫做气，他干嘛又写作叫做元气森林呢、啊？哦，你说的这个是元气森林是不是？去那个森林那里啊，装那个啊空气啊，装回来啊，装啊，全部装回来，就这样子，来拿进去装进去，这个就是这些元气啦。那你这种空气是什么空气？是西北风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西北风空气，森林里面空气太好了。意思从那森林那里装那些西北风，然后装到这里来。是啊。哦，那这样我要买，我以为是什么气哦，多少钱？啊，5块钱。你看啊，那这样我要买哦。好，扫过去了啊。好，谢谢，下次再来哦。老板娘，我又来了。哎呦，你又来干嘛哟？我来买东西啊，我这次一定要买啊，不买我都不走。天天都说买的，没有一次说买得成的。那你这次来要买什么？你说。我要买那个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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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究竟买什么哟？多多多多买多啊？天阿公，我不是买歌哦，我买那个香港牌喇叭音，他不是这样唱的吗？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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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香港喇叭牌啊！我现在牙痛啊，我要买一个拉火自宫那个圆叮咚的呜的，塞进我牙齿那个蛀牙回去啊！你叫天阿公都没用啊，我叫你王帝哦，我这里是百货店哦。不是那药店哦，来找那个喇叭人说今天一定要跟我买。真的是王帝，你不要这样子气我好不好？要药店才能买啊，你这里可以进点货放在这里吗？你叫我进点货啊，进药啊，喇叭人啊，天阿公哦，皇上哦，我这里是百货店来的，这个进那个进，那我这里不是成了大商场？那我不买哦。哎，你别走，你今天说好的，你说好一定要跟我买一点东西的，你快点。我不买。你说你今天一定买的，我老婆也来了，真的是。老板娘，我又来了。来来来，天天都来，我才不想理你了。干嘛不想理我哦？我都是老顾客啦。啊，虽然我天天来，但是也好啊，有人来好过没人来啊。我今天要买那个电叶书啊。什么又电叶书哦？啊，一天天都没有一次买得成的电叶书，听不懂啊？电叶书你都听不懂吗？啊，用电的。王帝，我这里很多东西都是用电的，什么电叶书，什么用电的。电叶书你都听不明白吗？你这样卖东西，你卖得明白吗？真的是。电叶书就是圆圆的，点一点的，有一条手的，我现在煲水用的，我那个热水器突然它突然碰线，搞得我没有热水冲凉啊，那个电热丝啊。哦，你说了半天这些，这是这一种啦，不叫电叶书，这叫电叶管，知道吗？洗澡人家烧水用的。电叶管啊？是啊。那他有管吗？这就不是管啊，这个是铁啊，不锈钢啊。那你不要说管吗？那本来人家叫这是电叶管嘛，看到没有？人家这里都写纯净不锈钢材。他就是不锈钢材的快速电叶管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我要这个多少钱？15块。你卖艺过番啦、啊，15块钱啦、啊，真的是哦。什么叫过番哦？啊？你卖艺过难容啊，15块钱啦、啊，真的是。人家8块钱，你卖15块钱，你差异过番啊你？你啥意思啊？有你这样子的吗？不卖，不卖。我都不想搭理你这种人了，每次都来都是这样子的，气死人了，真的是没见过这样子的人的，一天到晚来问东问西都不买。